大家好，我是南城雨落。我今天在打水之诗十二层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有一点做效果了，就是我把这个队伍的组合呢变成四个一等加上一个望月160等的组合打风队。那我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我先剧透一下，就是最后是打满30个回合，对面的就是关卡的风队都没有办法把雨落的望月杀死。那这个就可以体现出望月最强大的点在哪里。望月强大的点是在假如你不能对他实施有效的印记上印记的动作的话，你也没有全体还有多段的伤害的话，基本上是打再久你都碰不到望月的，因为他就算被罗宾安绑住，他的被动闪避一样也是会触发。所以说为什么望月这么值得抽，为什么望月出来之后会整个改变生态，最主要的原因在这，因为每个人的起手都是风队嘛。那尤其是小氪甚至无氪的玩家，他们到后期的时候也是风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着这个时间把望月抽到手，不然真的会后悔。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咯，大家拜拜。